就这样。有本事要怎样？包我包你。英雄联盟开放上 Riot Games 继去年底公布未来三年世界大赛的主办地之后，本周再度公布2019年其他国际赛事的细节。其中 MSI 季中邀请赛将移师至亚洲举办，入围赛跟小组赛分别位于越南的河内以及胡志明市，四强及总决赛更是在台湾台北举行的。MSI 季中邀请赛是英雄联盟全球电竞蓝图中仅次于全球总决赛的重要赛事，届时全球13个赛区的春季赛最强王者将齐聚 MSI 争夺冠军头衔。台港澳 LMS 赛区过去四年都是四强成绩，也期待今年有所突破。今年台北国际电玩展在本周正式落幕，主办单位台北市电脑同业诺伊达铁承认宣布2020年即将在南港展览跟举办。另外，炉石占据 HCT 春季季后赛结果也出炉，台湾选手 Roger 打出了漂亮成绩，上演老八传奇，成功以胜负冠军之姿进军2月28号开始的春季冠军赛，也期待他能带回好成绩。英雄联盟校园联赛前，波兰今日高中组传出 A 组以全胜晋级的超劲壮劲，因为屡次对各校进行恶意挖角，破坏赛事公信，中华民国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发布公告，表示予禁赛处分。对此，超劲跟壮劲发文回击。隔日 CTESA 再度反击，发布声明表示声明具有发布效力，而且符合大会原则，认为超劲就算挖角未成功也已经构成了破坏赛事环境以及公平性之事实，更表示已经被其个人正式正换以诉诸法律，也成为了许多玩家关注的焦点。隔日的传说对决2019 GCS 职业联赛已经热烈开打，打破过去只能在网络收看的限制，今年让国际电台独家取得电视转播权，这也是 GCS 首度在电视 Live播出零时差的赛事，更清晰顺畅的画面，让电竞玩家观赛体验全面升级。以上是本周电竞潮新闻，大家新年快乐！